园艺艺啊神采飞扬的样子，所以呢大家非常的有精神，气质非凡哦。全员山庄一样盛况，爱心欢乐，台南府城中心欢乐，高雄，这次是只有台湾。宝光玉山，玉山宝光盛况欢乐，宝光玉山欢乐。好，各位在场的来宾，还有小朋友们，还有各位亲爱的家长。我们准备，二步前进。心意和心意中心，花一心意花一宝光安东。有和队伍里的每一个人，看起来都精神焕发，神采奕奕，气质非凡呀。古时候，功名及第的学子。必定到孔庙礼拜至圣先师，经过汉池时就摘取青草戴在帽子上，再进入圣殿祭拜圣人。虽然我们因为场地的关系没有判壶，但主办单位非常用心，精心设计了状元桥，如同古时候功名及第的学子有汉过状元桥，进入圣殿祭祀至圣先师，祭列圣列贤的意义是一样的哦。好，再来，我们的引战人员请往前面。那所有的队伍呢，我们的教师团也就位，更感谢我们亲爱的贵宾们也就位哦。